韩剧《非常律师云母》去年播出时，温暖又治愈的剧情获得众多好评，女主角朴恩斌更是拿下百想艺术大赏，剧迷也纷纷敲碗第二季。而近日传出好消息，根据还没报道，该剧编剧文智元最近已与制作公司 S-Story 签订合约，双方有意继续合作《非常律师云母》第二季，对此制作公司也证实此事。不过由于编剧文智元最近正在忙于其他作品，所以第二季还处于内部开发阶段，原班人马是否出演还未确定。另外编剧文智元的长篇电影预计在2024年开拍，因此《云母》第二季的剧本需要等他电影工作结束后才能开始进行。而因该剧爆红的姜泰武也预计在2024年3月退伍，许多剧迷就认为他非常有机会出演第二季，也纷纷喊话，希望第二季可以原班人马回归。